现，这次要去的地方必须得坐弹球机，你先请，我会跟在你后面的。秘密据点是咖啡厅。来，我们到了。不是这里。没关系的，梦里什么都会发生。我先做个示范。哎，我问你啊，你吸引女孩子注意的方式就是大摇大摆地跟踪她吗？准确地说是45分钟。愉快的。小孔雀，你有对漂亮的眼珠啊。老家是茨冈尼亚的。想要进一步提示吗？比如我是个埃维京人。哼，我的眼睛成色，全宇宙有哪个不知道你们茨冈尼亚人？天生的骗子、小偷、交际花。要我说，比起梦里，你更适合待在窨井盖下啊，那里就有一只，快去吧。不必了，阴暗的角落和我气质不搭，还是这座美梦更适合我。轻浮虚，还不会下雨，我这身行头可娇贵得很呢、啊、经不起。收起你那俏皮的舌头，小孔雀，请回吧，我们是愚者，不是筹码不好吗？在赌桌上。可聪明的人，听好了，小孔雀，你也是收到过酒馆邀请的人，想要假面愚者入伙可以。动动脑子，乐子谁？给你个提示吧，既然你谁也说服不了，何不考虑去找个哑巴做朋友？再见了。谢谢。和哑巴交朋友啊。真是麻烦。来这边。我们就快到了。游客是不被允许到这儿来的，所以我们得小心一点，别被其他人。别担心，不是什么危险地带，你可以把这里理解为黄金时刻的边境。更往外的梦，我的秘密据点就在。我们偷偷溜进去吧。喂，劳驾，前方是施工重地。医生，我来吧，请您通。不行，上头有规矩，任何非筑梦时。态度也太强硬。行了，你收回去，这次我全当没看见，下次再这样我。两位也不必再耍。看来我们是，也许可以再用一次钟表吧。天哪！天哪！啊！
朋友，你看起来像我一样开心。你能感受到吗？这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有点疯狂。如果我简直要控制不住这种。不过我只需要这种疯。当然我说了多少遍，施工种地非你们两个一定要在我面前现眼是吧？这可是你自找的，仗着自己年轻有活力，天不怕地不怕，像你这样无视规则的小屁孩，我要修正你。上吧。真来的，游客该来的地方。钟表戏法好神奇啊。看，匹诺康尼大剧院，从这这次构造有些复杂了，得好好思考一下。家族从银河招揽了许多艺术家、建筑师、学者，组成筑梦师团队，编织匹诺康尼的美梦。你听过这首歌吗？使一颗心免于哀伤，那位知更鸟的作品。协约大典在即，梦境中偶尔也会奏响他的音乐。这里是离梦中的天空最近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也没有筑梦师的争吵，可以不被任何人打扰，感受当下。那多美啊，时光永远停住在这黄金的时刻，所有人在这里平等地睡去，无论缘由。尽管我们，对不起，我的确是一个偷渡犯。我觉得我的故乡在很久以前就毁灭了，也许是军团干的，以同协包容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远道而来。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大都会中，有些人的梦，因为我也一样，现实里的我有着求而不得的愿望，他太失伤症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罹患这种病症的人，物理结构会陷入不可逆的慢性竭力，至于你依旧能跑能跳能和他人交流，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然后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直到自己和整个世界的轮廓都变得模糊不清。你分，所以我该如何拒绝呢？我可以将一生的话抛在脑后，用我自己的身体随心所欲地去听、去看、去触碰、去思考、去领会，就像此时此刻。对不起，因为一些原因，有些钟表匠的遗产固然是我的所求，但我们未必要分道扬镳，走向对立。至少，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谢谢你，我梦见一片焦土，一株破。
还记得邀请韩胜的问题吗？生命因何而沉睡？你看，在这片梦想之地，一切都被允许，一切都有可能。不堪回首的过去，人们为何选择沉睡？是因为害怕从……气氛突……对了，你在列车。稍好啦，开始吧。一、二、茄子。打算放我们又见面了，亲爱的。哎呀，看来你根本没把我的劝告放在心上啊，真可惜。那姑娘就这么让你着迷？你真的太盲目了。小心，现在我可以确信你的……哎呦，看来这位勇敢的小姐想保护你啊。为什么？你们关系……废话少说。我太喜欢你的性格了，亲爱的。我承认你和那小灰毛不一样，可即便如此，你也落后大部队了。事到如今还没发现吗？家族在隐瞒的这片美梦被……而至于你，拯救了冰雪世界的开拓者。哎呀，桑博那家伙到底在亚利洛六号的故事里掺了多少水啊？算了，会相信他的，我真的真的……不好意思，就请你在真正的梦境里小睡一会儿吧。我回到酒店了。联系不上。你在里面吗？天哪，这太诡异了。如何，我们一定还在梦里，但这里和我所熟知的美……不，不对。我应该早点怀疑他，而且你醒来时也注意到了吧。如果他指向中，走吧。哇，好漂亮啊。不可思议，
真的从刚才开始。我好像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绪，迷茫，为视死如归的决心。这里只有碎片，好像飞到两侧的房间里了。消失了，感觉应该快到终点了吧。啊，只有一个宝箱。啊，怎么回事？不过这里机的闪光好刺眼，小心，好像有什么东西。把那个东西交。下次再见。快走。醒了，小瞌睡虫，看来你做了个好梦。如何？欢迎来到现实，白日梦。很高兴你的精神状态还算正常。关心那个小姑娘呀，也是，我知道你脑袋里有许多问号。好可疑，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那女人绝对……姬子小姐，你看，我如约将这孩子带回来了。啊，你没事吧？现实和梦。你平安无事就好。为你介绍一下，黑天鹅小姐。姬子姐姐说他们是在调查梦境的。尚且只有一面之缘，但因为你，所以你怎么会落入那种？所以袭击你的人是一位身穿红衣，擅长幻术。他名叫花火，是混入匹诺康尼的假面愚者。放心，那姑娘暂时不会再打各位的主意了，她一定自以为得逞，正不知在何处得。你似乎很了解她。当然，我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在匹诺康尼，所以我有必要向各位澄清一个事实：花火小姐的把戏能令人陷入幻觉，
但那瓶匹诺康还没意识到吗？所谓的梦想之地，其实是家族不知用何种手，而他坠入的那片异域，那才是梦境原本的样子，混乱、危险、神秘、变幻莫测的。他说的没错，各位。哎，原来每个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记得。思绪长廊，就不觉得这些风景和梦中的匹诺康尼相去甚远，却和黑天鹅小姐描述的梦境，的确，以及我从一些熟客口中得知，入梦后的第一站，请问一栋建筑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修缮？结合匹诺康尼的美梦正在沉默，变回他原本的样。沉默？你的意思是？梦境酒店的遭遇就是原来如此。这样就倘若这一消息被外界得知，无论住客们的实际安全如何，盛会之星的名誉必然会受到住客们的安全，也许这一点也无法保障了。他遭遇的那只怪物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暗喻死亡和谋杀的迷因怎会出现在家族？黑天鹅小姐，现状请问流光溢亭又请允许我纠正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请求，不代表议庭。答案很简单，姬子小姐，我只是想做个交换。有在职责之外，我也有些个人的美学追求。我是译者，而你们，星穹列车的无名客，这就是我想和各位交朋友的原因。与美梦的交汇之地。我明白。当然，青丝。他的话不可尽信，有不少但我会担心最坏的可能。假如梦境的异变确实存在，那么他大概率和钟表匠的邀请还有。这是怎么？暂且不考虑极端情况，有人意图引入外部势力，借机动摇家族对匹诺康尼的掌控，或是家族为了自保。被迫暗中向外界求，但从邀请函的密文和家族的反应来看，这也就意味着发出无名客密文的人和梦境异变的幕后主使是同一阵营。是，但这也不说明什么吧。小三月，别紧张，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可如果这行密文不是单纯的，那来说说我的发现吧。据可靠消息称，一些人在匹诺康尼目击到了身穿银色盔甲的高大男性，我向猎犬加西打听，然后收到了这个。能听到吗，星穹列车？好久不见，匹诺康尼好玩吗？这是那个黑客小姑娘。说正经的，我知道各位正在四处调查匹诺康尼的意向，不如说我们非常乐于看见这一幕，因为你们调查的越深入，家族正在隐瞒什么，不是吗？我们也掌握了一手情报，现在我决定快把这段代码输进你们的入梦池，就是那个用来做梦的装置，到隐藏地图去看看吧。位置坐标都给你们打包好了，那一键复制就行。以及想必你们已经听说萨姆的事了，好好期待一下吧。啊，他让我转告各位，无法抵达的梦中剧目即将开演。这群星河猎手竟然在匹诺康尼有布局，形势很明朗了。盛会之星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围绕着钟表匠的遗产，包含家族在内的，尽管还不知道这遗产是什么，但这场争熔火骑士萨姆，据称此人是格拉莫铁骑的余党，先天的基因改造战士，这是一封威胁信。银狼口中的隐藏地图想必就是封锁中的梦境酒店。如果家族问起，就如实告知列车组在追查星河猎手，相信能得到理解。根据对方的反应，看来我们达成共识了。黑天鹅小姐，
列车组愿意听凭差遣，你们俩回到各自的房间吧。我会留在现实。看来即便我亲事，拜托你了，瓦尔特，看来要忙一阵子了，不知刘莹回现实了没有。你看起来很紧张啊，如果有心事别客气，这是我放心吧，那是一道单向门，只会通往清醒的现实，除非呢，看来你有些不太愉快的回，当然，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和别人。不呀，我要陪你们一起入梦。免好呀，时间还早，我有一个梦想。现在去哪？回到熟悉的房间了。这边，亲爱的，怎么样？是，我知道你对意志比较敏感，比其他不会略施手段让你不能。他们已在各自的房间。三月的房间就在边上，先去和他会合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很可惜，从你踏入抑郁的那一刻起，现实同样的，要找到领航员小姐，这些东倒西歪的小可怜，奇怪，这里似乎还有别人的气息，是他，这里，难道没有工作人员吗？哦，怎么是你们？他就是我提到的那位译者。两位寒暄暂且到此为止吧。不甚荣幸，那就感谢。两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或许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这全部归功于一位假面愚者，也许是我的无心之言伤你。隐瞒？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两位来得正巧，这片我可以保护你们免受伤害。这谢谢你，也很高兴能在此。但愿如。
这间房间怎么异域的样貌，无时无刻，我们现在就在天花板。我来为各位传授。成功了，居然真的可以。对于异者，这种程度的异域不过是孩子的游乐场。走吧，我们从正门离开。我就说没那么简单，这是哪儿啊？这扇门也上锁，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这片异域有点过于扭曲了。一不对，三个，是之前和你在一起的。我不明白。异域中有熟悉的影子，和他不好。情况紧急，我只能破例用些手段，带你们一同穿过异域。我从异域中采撷了几缕他的思绪，这能帮助你们对他建立印象。现在，牢牢抓住这些思绪。在脑海中把它们整理成型。刚才我捕捉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记忆，出现在这里的老朋友不仅有他，还有你们遇险时现场的弟子。快走，穿过这里。焦土，人们为何是因为害怕？小心，附近有各位，保持警惕。你没事吧？看着我，冷静些。我来吧，放轻松。真的很抱歉，我得离开一小段时间。死亡还在游荡，我必须亲自去确认。他就拜托你了，黄泉小姐。
发生这种事，我很遗憾。我太过专注是因为我的犹豫不决，让他送了命。对不起。对不起，我别无选择。我明白你的愤怒，也愿意接受它，但时候未到。我们应当不要让伤痛左右你的。曾经也有人这么告诫我，对待敌人无需怜悯，那是对自己的残忍。但你必须要认清谁才是真，以及这是一个身负累累血债之人。二位，我回来了，妻子小姐有话想对你说，有坏消息。状况我了解了，妻人务必带她撤离到安全地点，如果有余裕也可先行调查刘莹莹。所以我要受妻子小姐之。黑天鹅小姐，我不建议这么做，以及在撤离的同时，如果能顺路开展调出发吧。抱歉，我愿死亡结束你漫引领你归还。我们走吧，这个方向请跟我来。这里到处都是，还残留着些微火，看来我们得。看来这只怪物死。看来这只怪物死于。不对劲，这些痕迹都是前不久。仅凭几条线，听听你的直觉。从这些残骸的记忆来看，他是从大堂那一侧的门进来的。收回前言，我们如果他的目的地也是呢？二位走这边，我尽量为你们创造平稳的捷径。离开大堂，结构就变得紊乱了。穿过那条走廊，小心，别惊动了迷音。这可真是灿烂夺目。是。二位虽然不能像异者一样直接穿过物理结构，很简单。看见，还记得先前是怎样教你的吗？感受意志的流向，走上墙面，然后靠近它。看，一根孤零零的链条，和它打个招呼。看，很符合常我们。放心，我会稍加操作，将梦炮来吧。真的平安落地了。没有异者陪同，不要擅自模仿哦。也请这些闻风而来的好奇孩子打打，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了。来，我可以为你们表演一个小魔术。准备好了吗？这是留意，没错，是这个房间留下的。有关至于上下文，就需要我们稍作着。当时和他遇见的那个东西，如果我没猜错，他提到了你的名字，在背后也这么称呼。看来你们的关系，他似乎在和什么人分享自己的发现。他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受害。Thank you.
看起来是啊。如果他盯着这些屏幕，是在综合这些信息，刘莹是和同行者，应该只有一物。情况开始变化了，死或者从结。什么人逼迫着走了这机甲？耐人寻味的说法。从这些只言片语推断，他说过这场交易和中也许是想要侵吞遗产。你的意思是这只是一种最坏的假，除非他还有更在意的。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从侧廊离开。从这些只言片语，他说过，也许是想你的意思是，这只是一种最后，除非他还有。这里竟然有了变幻莫测的通路。可惜这条路最总算回到大堂了，这样就他以为逃出升天，然后就是结局了。看来有人恭候多时了，终于打算走上台前了吗？星河猎手萨姆，小心。一个巡海游侠，还有译者，就此离开没人会受伤，否则你们都会死。侦探游戏结束了，你们不该出现在这里。需要一些盈利的教导吗？是星河猎手送了你们最后一程，建议通过执行纠结作战。存在即被秩序及尺度，穷尽真理根除谬误。跟上我，零分，准备好释放自己，反抗，摇摆，沉沦，破分，是吧？孽女儿开始心动，我来可是赶上了，一点心意而已，不必在意，配合的不错。目标已锁定，立即出去。不要吓死后藤。尖叫呢？坏孩子呢？行动二。既然如此。这片舞台留给他们吧，亲爱的。
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啊。辛苦你了，译者。非常精彩的驱虎吞狼，乍看到游侠和猎手齐聚一堂的时候，我可是心里一紧呢。没想到你能成功挑起他们之间的斗争。按照约定，我把这孩子带到你面前了，交。看来我们的无名客朋友还没搞清楚状况。没事，我来。总的来说，朋友，你得谢谢这位小姐，她非但没有算计你，恰恰相反，她救了。从那位巡海游侠的手中。对了，我就喜欢这种大吃一惊的朋友。现在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个名叫黄泉的女人，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什么巡海游侠？她是一位令使，她带来死亡和终局。但是，没有什么但是，这就是事实。给你来点公司的料吧，朋友。你知道明火大姑？可以啊，不愧是你。那就长话。这位明火大姑是来自陀菲特的火魔，一种元素生命。据说出生还和某位天才有点关系。他和党羽组成永火官邸，是纳努克维恩主，实际是受这位大公领导，四处烧杀掳掠，践行毁灭的意志。甚至连其他秘密也不知家族脑袋出了什么问题，又或者有人从中作梗，这帮家伙竟然也收到了邀请函。永火官邸当然不会拒绝，来势汹汹，是要将盛会之星烧作一片火海。但不用担心，他们不会赴约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阿弗利特死了。他们在赴约途中覆灭了，凶手以一种神乎其技的方式将阿弗利特残忍杀害，劫走了泯灭邦收到的邀请函，永火官邸也分崩离析。而这之后，一位神秘的巡海游侠抵达匹诺康尼，靠一只八音盒入住了酒店。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朋友？巡海游侠神出鬼没，彼此之间也往来甚少。这件衣服太好穿了，只要他不松口，根本死无对证。公司是有办法追查，所以朋友，该你做出选择了。你可以现在立马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永远放弃接。与之相对的，你也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并得知一个事实，一个足以颠覆匹诺康尼的事实。我需要你的帮助，所以会等你，但也不会等太久。至于要不要和我合作，等看过那事实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黄泉是某位星神的令使，但他也给了我选择。呀，表情像是受伤的小动物呢。我承认和那位先生做了交易，把他需要你，这是收复匹诺康尼必须的一环，而我认为他有潜力，也能助我收获独一无二的记忆。便在匹诺康尼，所有人都可能说谎，当然，但还记得吗？我也说过，一挺想见证星穹列车开拓银河的未来，而我会将这些回忆一一珍。我的看法或许会出乎你，在我看来，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不为别的，只因他是个优秀的商人。但你也要当心，尤其在与他们订立契约时，要多加留意。在契约之外，
他们不会考虑你的权利。我依旧认为流萤小姐的事，如我们推测的那一般，和星河猎手关联更深。但你虽然不知他为何会做出这种判断，但他有公司的情报网，看法值得深入讨论。不，应该是这是在此前的一次邂逅中我意外得到的收获。关于泯灭帮，我也能证明沙金所说确有其事，也因此在这场金色的宴会中，我非常愿意。我知道你很疑惑，也很悲伤。无论那女孩是谁，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不一，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信任沙金，或者更多的信任我。我会保护你，安慰的真相已经。接下来我会以魔婴形式陪伴在你身边。去见沙金吧，或者我还是可以选择拒绝。很好，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对了，毕竟我说过，你可以和同伴商量，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我从不做赔本买卖的。来吧。哎，对了，好像那之后我还说了什么，是什么来着？啊，似曾相识的走廊，似曾相识的房间，还记得吗？我们上次见面就是在这地方。我们到了，就在这扇门。哦，我可算想起来了，朋友。看，此时此我完全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看吧，朋友，游戏已经开始了。和我做笔交易吧，你无法拒绝。没有理由，也没有余地。哥哥，我回来了。啊，还好哦。还好，这可不好。你是家族的骄傲，别让那些多余的。我知道，哥哥，你看起来有些消沉，发生什么事了？是那些收到钟表匠？是啊，我收到了报告，死亡带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啊，抱歉。不知从何时开始，名为死亡的梦魇在匹诺康尼降临。他对人间但家族构建的美梦中，任何不幸都不应发生。他严重破坏了梦境的秩序与和平。竟然发生了这种事。共有两位，一位偷渡犯，你。可以了，愚者，你的作为令我心寒。你很敏锐嘛，鸡翅膀男孩。邪月颂诚不我欺，愚者的言语起头，请回吧。他的梦境。哎呀，别板着脸嘛，还一本正经的引经据典。我只是想问问，事到如今，家族还不打算出手吗？你那可怜的妹妹已经牺牲了。尚不是时候，等到了命定的日子，我必。厉害呀，这你都能忍，真是个冷血的家伙。
要不这样吧，我可以带你那位妹妹出席各种场合。你肯定也不想让人们知道。行，家族自有安排，别再用你那诡诈的舌头。好吧好吧，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需要，我随时都可以帮你哦。谁能拒绝一位在鸡翅膀上打钉式的男孩呢？不必了，凶手已经在他的光照下露了马脚，用不了多久，若他不回头，那他的刀必磨，等到那时，那不敬爱神的外邦人便知道自己不过是，而我Thank you.